桥椅上面。六号黄玉轩，请准备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九年四班，我们班的模范生候选人是五号王乔怡。我们今天要改编一首歌给你们听，你们要仔细聆听哦。脚印声在敲响门牌，喊名字叫做乔伊，他的心有些爱，他悄悄变得落单的很。Put your hands up.